希望你在面试的时候，你师哥给你透题那会儿，你也是这么想的。你胡说！亲眼看见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人是风水轮流转的。哎，倩倩，你干嘛去啊？ 看够了吗？邮件你发的吧？那语气和你平时写的论文一模一样。是我发的怎么了？我只不过说出来事实吧。 你凭什么趾高气昂的？好像一切都是你的错吧？你说你不会跟沈鹏在一起，你说你们俩不会复合，可结果呢？你说你不会去美国，你说你没有后台，可结果又是什么？好，我不在乎你跟沈鹏在不在一起，我也不在乎你有没有后台，我在乎的是我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可你一直都在骗我，凭什么？ 凭什么？这篇融资方案的第一名是我，不是你。而。
其实吧，以严小晨的能力和成绩，他可以再任何一家好公司都发展的不错。但是他要是没了学位证，就等于失去了去好公司的敲门砖，是这个道理吧？哎，对了，如果有个公司愿意接收他，他一样能有个好的发展。我打个电话。 哎，喂，刘叔叔，我沈豪，沈豪，好久不见啊！刘总好，你人在上海，也不来咱们自己家公司看看啊？这不，分公司有您，我怕去了给您添乱。<笑>听说你要毕业了，不准备打算来咱们公司，准备另谋高就？啊，是，但是我有个同学，特别想来咱们公司。你同学？ 哎，正好公司招人，跟你同学说，简历就甭投了，带着学位证，毕业证过来面试，面试通过，马上上班。啊，那如果没有证呢？啊，是这么个情况啊。刘叔啊，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。沈红啊，不是刘叔叔不帮你这个忙，你也知道。 你爸妈对公司的管理很严格，所有招聘的人必须走正常流程，就算是你的同学，也不能搞特殊。刘叔，我这个同学呢，各门成绩都特别优秀，而且能力很强。沈红，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儿。你也知道，这毕竟是你爸妈的公司，刘叔叔我就是个分公司的经理。 这样，你把你同学先带了，刘叔叔看看。好，明白了，谢谢刘叔。客气。侯总，哎，我老刘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公司一切正常。有这么个事儿，我向你汇报一下。沈侯刚刚给我打个电话，说想介绍一个同学来咱们公司。